脉搏波医用全自动血压计 RBP 杠7000与水银血压计测量对比方法。脉搏波血压计应用的是一种全新的测量技术，脉搏波血压测量法，已获得国内外八个国家的发明专利。它的准确性高，可以和水银血压计直接对比进行可靠性验证，即通过三通连接脉搏波血压计和水银血压计，同时对一个人进行测量，对比测量结果。方法如下：准备物品，血压计 RBP 杠7000一台，水银血压计一台，听诊器一个，三通管一个，导气管一根。连接三通步骤：一、拆下血压计 RBP 杠7000大气囊导气管。首先，把血压计 RBP 杠7000袖筒上灰色臂套沿12点方向用力往下拉出，前后方法一样，依次取下。臂套取出后，可看到蓝灰色气囊。翻开气囊背面，找到连接大气囊的导气管，即面向血压计距离最近的导气管，并将导气管拔下。二、拆下水银血压计，把水银血压计打开，拔下连接水银血压计的导气管。将水银血压计和袖带分开，只保留水银血压计上盖和导气管。三、三通连接，利用三通管连接 RBP 杠7000和水银血压计，将三通的一端连接导气管，将这根导气管连接到 RBP 杠7000大气囊的端口。再将三通管剩余的两个端口，一端连接 RBP 杠7000大气囊的导气管，另一端连接水银血压计导气管，这样就把水银血压计和 RBP 杠7000连接在一起。在 RBP 杠7000血压计自动加压时，欢迎使用脉搏波血压计。水银血压计，水银柱也同样一起上升。水银血压计读数和 RBP 杠7000屏幕压力数值是一致的，不需要人工乳胶球对水银血压计进行打气加压。四、对比测试，端正坐姿，把手臂伸进臂筒内，手心朝上，肘部按压在蓝色肘垫上，将听诊器的听诊头放在手臂内侧的肱动脉上，按下开始键。欢迎使用脉搏波血压计，请保持安静。
血压计开始加压，可以看到水银血压计、水银柱同时上升。当到达一定压力时，开始减压放气，这时使用听诊器记下读数，对比测量结果。收缩压135，舒张压90。脉搏波血压计为您准确报读：收缩压137毫米汞柱，舒张压90毫米汞柱，脉搏70/4每分钟。